吃什么。啊，动不了甜言蜜语，主动帮我扛箱子。如果这个男生觉得这个恐怖片很无聊，但是也能陪我看，一样。我觉得大蒜，它至少是固态的，榴莲会比较恶心，所以我觉得我接受不了榴莲。因为我最受不了就是吃完就拍，我担心他吃的是什么，但是起码你要刷牙。看心情。男生在每时每刻都应该宠女生，对，无时无刻女生都是应该要宠着的。小时候嫁给他，有父母宠，一定要吃的，必须要吃的。我自己不喜欢吃，我也不会让他吃剩饭。给你点赞。阿凡达，因为你不觉得他长得很像阿凡达吗？张鹏鹏，张鹏鹏，要么就是傻鹏鹏。我一般我叫他亲爱的，他叫我老公做一下。傻狍子，是因为他发型实在很像傻狍子。青蛙，长得像青蛙。对外称呼他叫苏苏，在家里面就叫维。没有称呼他，没地位。我不能没有你。他说你是我见过最帅的男演员。我没有跟你说过甜言蜜语。说过，我都记得，而且比我这个还过分。什么？是我爱你。是不是？哦，对。我的手机密码应该是女朋友给设的。我们都是用一起的，都是组成家庭的，还有什么有什么不能公开的？我每个都有密码，但每个密码都一样。这个我知道，没有留意。当然记得，因为每个月都是我写的，给你点赞。就是上车的时候永远要先给我开车门，洗内裤，每天都很坚持的爱他，很坚持 everything。 陪我拉屎，就蹲在马桶的时候他也就是坐在旁边，然后我们就下五子棋。他让我跪着请他吧。刚开始肯定是冷战，然后就哄他承认错误，都这么忍过来的。没有那个权利，反正。如果赢了，你便要对我一心一意，陪我共赏这万里江山。若你输了，我更会不离不弃，陪你共享大好山河。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